龙泉青瓷，中国传统制瓷珍品，青苔玉明如镜。火葱葱，你看什么呀？这么入迷。上面正介绍做陶瓷呢，那些陶瓷实在是太漂亮了。当然啦，陶瓷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，是传统的艺术代表之一呢。我也来试做一个。先把陶土做出来。百发百中，粘土飞弹，嗨！吃一次长一智。呵呵，好嘞，差不多可以把陶胚做出来了。再来一次，嘿！土豆豆，你这个捣蛋鬼，你给我站住！嘿！书上说要团结友爱，虽然土豆豆喜欢捉弄人，但是我相信他不是故意的。就是，我只是随手轻轻那么一扔。那是我最敬爱的盆栽，土豆豆，给我的盆栽。你不是说团结友爱吗？你下不是故意的吧？博士呼叫我们了。今天就饶了你。大家好啊。代表爱心的人系小灵珠出现了。敦煌曾是中国的重要交通枢纽，也是丝绸之路的咽喉地，而敦煌古城建于汉代，它的建筑风格具有浓重的西域风情，不过如今已经被侵蚀严重，列入重点保护区。你们要找的小灵珠是在后来重修的敦煌古城上面。放心，包在我们身上。为梦想出发，五星蚂蚁。好，走吧。他们找到小灵珠的消息了，咱们也快回去准备出发吧。等等，跟我来。这些粘土说不定能派上用场呢。敦煌古城果然很有古典的风格，一来到这儿就感觉有种古装武侠片的味道。大侠土豆豆要重出江湖了，带我马上去把小灵珠取来。雷震震，又是你们？就你们那点本事也敢口出狂言？老大，小灵珠在那儿呢。我早有准备，这是我专门用来爬墙的新发明，有了它，我们就能以流星的速度到达上方。你说的流星的速度也太慢了吧？还不是因为你太胖了。不过已经足够了，我们会比五星蚂蚁先到达的。怎么办？我们什么工具都没有。有博士没难事。找到了，超能滑板，爬墙速度一流。让我来，这个一定很刺激。嘿，还是我来吧。比速度是我的强项。火葱葱说的对，这次任务就交给他吧。老是抢我的风头。嘿嘿，哟呼，滑板小子火葱葱来啦。哎呦，对不起，我又失手了。哼，我还有任务，懒得跟你计较。快，别让他追上来。连蜗牛都比你快，拜拜啦。可
恶，太嚣张了！怎么回事？哈哈，拜拜噜！我们走。不好了，火葱葱摔下来了。火葱葱，你没事吧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滑板突然失灵了。助推器上好像有东西。是粘土。土豆豆，果然是你！我就知道你早就对我不满了。不是我干的。你就是你的粘土，就是你干的。你无赖好人。你们别打了，大家要团结啊！小灵珠被抢走了。没想到一块小小的粘土就把你们弄成这样啊！原来是雷震震你干的，竟然是这种坏招，破坏我们的友谊。反正小灵珠是我的了，随便你们怎么说。风小小，跟我的。这是我送给你们最后的礼物。暴雪龙卷风。我们撤！快跑！我被卡住了！我来帮你！来不及了，你们快逃，别怪我了！不，只要我们团结起来，一定能把困难解决掉。土豆豆，用你的粘土，我们一起把大火拦下来。我明白了。大家一起用力！还好，只是小伤，没什么大碍。对不起，土豆豆，是我错怪了你。其实我也有不对的地方，我平时老喜欢捉弄人，才让大家对我产生了误解。虽然没拿到小灵珠，不过我相信只要我们团结友爱，以后再大的困难也能一起克服掉。又拿到了一颗小灵珠，距离成功又迈进了一大步啊！吃我的天旋雷波！反正又会被夺回去啊！来吧，今天我们就来一决高下吧！超级旋转球！交给你的任务进行的怎么样了？任务啊，忘记了，对不起，我现在就去办。哎呦，没时间收拾了。金彤彤，麻烦帮我把这些书收拾起来，我有事先出去。等等，谢谢喽。火葱葱真是的，丢下这个乱摊子让我收拾。这么多书，我要收拾到什么时候啊？不管了，反正我的训练还不够，继续打乒乓球。嘿，谁把书扔在这里呀？好痛呀！水灵灵，水灵灵，你的腿没事吧？幸好只是一点擦伤。都怪火葱葱，把书扔得到处都是。我刚好有事要出去。可我已经拜托金彤彤帮忙收拾了呀。火葱葱做的固然不对，不过金彤彤你也应该有点舍己为人的精神呀，别只顾着自己打球。
我们知错了。嗨，亲爱的五星蚂蚁们，代表爱心的人系小灵珠出现了，就在桂林的橡皮山上。桂林山水一向以山清水秀、洞奇石美而得到桂林山水甲天下的美誉，而这座橡皮山原名叫骊山，由于外形酷似一头站在江边饮水的大象，所以被称作象鼻山。你们要找的小灵珠就在象鼻山的鼻子上方。霍聪聪，我让你找的灵剑找到了吗？嗯，已经准备好了。这两个球有什么用啊？啊，这是龙的眼睛，我的五星龙舟正好需要它了。啊，太棒了，划龙舟可是中国的民间传统，我早就想试试了。这个就叫画龙点睛。耶耶，为梦想出发。终于到了，那座就是象鼻山吗？桂林山水甲天下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加油吧，继续前进。等等嘛，这么漂亮的风景让我多拍几张。你们慢慢游山玩水吧，小灵珠是我们的了。拜拜喽。太气人了，别让他们跑掉。加速，风小小。哎呀，快点儿，那么落后的破船也想追上我雷龙舟？划龙舟靠的是齐心协力。一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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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点加大马力。已经是最快的了。看来要出绝招了。上次抢来的小灵珠终于能派上用场了。十倍能量全速前进。傻眼了吧？大家别放弃，继续滑。找到了，小灵珠在这儿。快走！他们要把小灵珠抢走了。啊，看我的！哎，烈火流星加速。放开那条绳子。方小小，快去阻止他。怎么阻止啊？随便什么，想办法让他松手。快松手。是小灵珠，谢谢喽！你个蠢货，谁让你把小灵珠给扔出去了？我把小灵珠要回来了。还没完呢，追踪导弹发射。霍聪聪，小心后面。你手中的小灵珠已经被我的导弹锁定了。我不行了，木头盾接住。别给我呀，我可不要。讨厌，别给人家嘛。我不要，我也不要。人呢？别丢下我呀。交给我。金彤彤。跑得真帅呀。
可恶，训练还不够，摆脱不掉啊！别逞英雄了，把小灵珠还给我，我就命令导弹停下。有了，给你。老大，快叫导弹停下！我的龙舟，还有我们的小灵珠，吓死小灵珠一定是本天才的。干得好！刚才太惊险了，幸亏金童童及时把导弹引开。是你说的，要舍己为人嘛。别人的没抢到，自己的反而丢了，我的尊严何在呀？太可恶了！